喂，你怪抖干，米娜大叫。来，洗一下，你就不会生气了。乖巧的狼宝宝，多多熊，我们要注意，知道它的天气这么好。如果是青蛙把你吃掉哦，玛丽彩丽说会变。亲戚一起从北方来到这个卖菜的被田中太太买走了，叫人伤心。最后，我的肉卖。不要打开这本书，你没有看到警告吗？翻到这一页就好了。你现在可以停了呢，之前一切那么美好，这是你的最佳机会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预备。开不要打开，警告，不要打开什么。可以欢迎，今天的书都可以请妈妈念给你。布丁他说，他有眼睛，看起来胖嘟嘟的，看起来好可爱哦。